咱在座的大贤大德师兄师姐，大家赞，大家好。咱即摆过来继续讲这个八七经。咱八七经哦，你个变到这个五十一页第六章，五十一页第六章。即摆王重阳祖师哦，伊咧来咧讲这个道理哦，这个孙不离甲这个马丹阳吼了解。伊讲车吼。世之修道者，学在事上修。对这句话，咱顶期吼有引进，有引进侪事咧，吼有引进。伊就是讲吼，咱世间的人啊，大部分啦，拢重视这有形有色的吼，什么念经啦，哦，什么拜道啦、发慧啦、祭奠啦、作戏啦，种种的。对这种有形有色的代志吼，大家吼拢足打拼，拢无要修心法。咱即卖这七尘乱是咧讲脱生死啦，啊你来后天咧是无要紧啦，哦，啊你来修心法吼，都无重视这形形色色。所以咱顶期啊，因李顺人祖师讲，那一般的迷迷茫茫的人吼，伊吼唔知影讲咱自己的心吼。啊，要安怎来修？拢对这形形色色安来迷落去吼，哦，迷去这哦，礼道啦，锻炼身躯啦吼，哦，锻炼身躯。但是讲锻炼身躯哦，咱来了解哦，人讲性命相修，你修行的人，咱道家有性命相修。不过一般的人拢重视家咧练身体尔，什么太极拳啦、外丹功。拢无想要修养，未想讲要安怎来修心养性，才会发到脱生死。吼、哦，这修心，我是要脱生死。你来练身体，这是干哪？练这个外丹功啦，这是身体较用尔啦，或、哦、者身体较用尔。根本吼、哦，这唔是真正讲要修脱生死的道理。吼、哦，这是咱李顺人祖师讲。所以咱冇应到修真咯，因为咱修行啊有分。上中下吼、哦，有分这个阶段吼、哦，这是阶段。在《论语》嘛有讲，因为有上性法、下性法、中性法。啊，咱即马讲这个七真传是咧讲上性法吼，唔、哦、是咧讲下性法啦。吼、哦，是上性法，你才有法度脱生死。啊，你若下性法的后天的吼、哦，是后出世。过来做好业人，吼，因为你有修行啊，有守规矩啊，吼，啊，若佫较进一步咧，有做善事，就去做神，吼，做神，吼，人朝拜啊，啊，若要脱生死是无可能，脱生死一定爱修六道，吼，修六道就是讲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啊，过来精进，吼，拄着环境啊，吼，你袂使退堕的，吼，若退堕你就无法度修行啊。就我都修行正果，我爱精进吼，爱精这忍辱过来精进，然后这个禅定啊，就是吼你修行人哦，对这个名利爱看淡吼，你对名利呐重视哦，你嘛无法度脱生死啦。啊，大家这个无欲，安尼来，你智慧就开啊。啊，你智慧开了后，你所做的代志一切拢对啦。哦，这哦，所以咱顶期有因这个修真道，讲上师、中师、下师，甲迷迷茫茫咧修道。哦，你来看顶期的笔记就知影，哦，都知影。但是咱即马吼，过来进一步，这唔是干那讲咱吼道家讲的哦，啊嘛唔是干那讲咱孔子讲的，就是咱吼。咧，即个吼，达摩祖师伊在印度来咱中国嘅传道，伊嘛是安尼讲。咱来看达摩遐辩论内底一句话安尼讲：文化若不建设，念佛、诵经、布施、持斋、德行文化，达瓦不得。又问：因何不得？达瓦是有为法。是因果，是受报，是轮回法，不免生死。何时得成佛道？成佛须是见性，若不见性，因果定义是外道法。对这个外道法，咱先来看注解《圆觉经》安尼讲：外道者，心行理外，故名。这《圆觉经》啊，这是释迦佛祖伊所讲的。
伊讲你外道是啥？就是咱的心走出去独立以外，所以才有这外道。安怎？干那爱这个形形色色啦，干那一日到暗要跪啦、拜啦吼，啊你啊要去看多一间庙较大间啦，都是去找安尼，无要受咱的心法。啊，咱即摆来看达摩遐面论来咧讲，有一个人啦，有一个人就来问达摩祖师，讲吼，一个人啦无看出本性，啊来吼念佛，我真诚心，我会使讲诚心诚意哦，天光甲暗拢来咧念佛。来咧上经，啊来做善事，啊搁食菜，吼、哦、食甲真清。啊你我有法度成佛无？这达摩祖师就甲伊讲，讲无法度。这个人就感觉奇怪咧，哇！啊你无法度，啊无要安怎咧？吼、哦，无是要安怎？吼、哦，伊是安怎啦？无法度通成佛咧？达摩祖师就甲伊讲，这是有违法啦，是因果啦，是修报，安怎有违法啦？因为呢，你只有干那要念经啊，无要修心嘛，哦，啊干那要拜佛做尔，这是因果。人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，这是后天的法啦、啊，吼、哦，修报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是轮回法，安怎？轮回就是，啊那六道轮回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在六道轮回，安怎？有当时啊做人啦，吼、哦，啊你若做较好个，你就亲亲像吼。像即摆讲吼，好业人哦，迄生意做真大个啦吼。啊，无啦，讲吼，讲后出世吼，讲吼，像即摆做大官，迄拢前世拢有报施，吼，拢有报施。啊，无你啦，有着讲吼，像要后出世，讲要做总统啦吼，像即摆吼，即吼，吼要做总统吼，即摆咱赖清德做总统，迄拢前世有报施个啦吼，你要做总统。但是哦，你无法度片面成事，你无法度，绝对无法度脱生死的啦。时间啊，在六道咧轮回哦，有当做好业人啦，啊，你若有当啊贪污官，你都卖做，你做官你都卖贪污哦。你若食钱咧，你后出世就爱落地界咧。所以老师伊有去落地界看，真济做大官的人吼，啊，甲大法师的人食钱，拢落地界咧浸会池咧。哦，这毋是我讲咧，老师是亲身落地界看咧。所以吼，这无法度脱生死啦。何时得成佛道？啊嘛，多一个咧上经的人啦，啊咧拜佛的人，咧求佛祖的人啦，求我身体吼用啦，家庭吼平安，多一个有法度成道。即摆达摩祖师讲，多一个人咧上经，伊有法度成佛啦。哦，伊就安尼问啊吼，哦，要哪成道？讲咱今仔日咧要成佛咯，一定爱看出本性啊！你一个人无看出本性吼，因果遮个拢是外道啦。拢是修外口的吼，拢是修外，无法度脱生死。因为你若看出本性吼，你所做一件代志吼，你袂做唔对。因为你佮看出咱的本性了后吼，名利就看破吼，做官就清廉啊，做一切属龙工商啊，都守规矩啦，守规矩伊绝对袂去做唔对吼。啊，你若无看出本性的人吼，有当时啊做了对，有当时啊做了唔对，安尼轮回，安尼轮回法，吼这样，吼这是达摩祖师伊讲的吼。啊，对这个外道咧，咱过来另外看这唯识上川来底安讲，讲外道者。心有理外，不顺真理。吼、哦，伊讲那外道吼，外道的人吼，就是心走去道理以外，无要修咱这个真理。真理就是修咱的这个天理良心。你做代志吼，唔是为着自己的利益，拢为别人啦。唔再讲天下为公，吼、哦，就安尼哦。你哦，关于无教这真理，这是唯识俗传讲。过来看传承落来，来念讲。心外求法，名为外道。心走出去外口的道理以外，无要修咱的自心，这个叫做外道。哦，这意思是差不多啊。啊，因为啊，你要你了解，是啊，老师来印证这么济，要你了解，讲真正修行是修咱的心。哦，所以就印证真济哦，国家的这个言论，让你了解。哦，讲真正就是爱修心啦。过来，这个三藏法师过来讲。六心由你外，心外求你来，皆是邪道。心邪未识心，他日必折磨，永远不得见真我你来。哦，这就讲较清楚啊。伊讲一个人哦，心走出道理以外，
心的外口吼，讲要去找佛祖啦，吼，要去找佛啦，这拢是邪道啦，啊！你一个人的心若邪哦，迷在这形形色色，啊，偌多迄迷在迄念经啦，吼，啊，念经啦，啊，迷在吼，啊，看到一间庙寺较大间，啊，就去遐拜啦，去遐跪啦拜。你若迷迷这形形色色，搁这个声音来念经哦，有一日哦，你就会着魔，啊，偌着魔呢？真侪人哦，我以前我都讲这个，在这个禅定的地方咧打坐，大部分拢着魔，安怎？伊安怎？你看什么？看到佛啦，看到佛祖啦，啊，看到什么祖师啦？你爱安尼想，我有想到迄境界无？我有资格去看到佛祖无？你爱安尼想哦，有的人唔是，啊，干那要求我拜啊，啊，看到遐，迄是安怎？迄是邪魔来照。照吼来吼来化作菩萨，啊！这佛祖，那像这个电影，安尼，给你幻境，给你看者啦。根本给你看，你也无法度甲伊讲道理啊。你若真正讲有修到迄个境界啊，啊，亲像咱老师啊，伊去天顶啊，甲讲我道理唔捌，爱问去问李顺良祖师啊。啊，祖师来讲，迄个真正讲看到仙佛啦。啊，伊若像咱看迄电影，你影者幻境哦。迄拢唔是真正的佛祖哦，所以哦，真正有个人哦，看安尼一直感觉讲哦，我看到佛祖啦，啊，我看到菩萨，感觉心肝欢喜哦，到尾啊拢着魔，拢走火入魔，到尾头脑吼拢袂清醒，拢安尼话讲哦，这阿达阿达啦，吼，啊那较严重哦，啊走去哦去神经病院医咧，所以哦，咱来了解。咱来想讲，我有资格去，我有资格吗？我有够迄资格去看到佛祖啊、菩萨吗？咱来想，啊，若看到迄种的吼，咱以前这个打坐，伊就讲啊真明白。那看到，你就紧避开，卖参与。安尼啊，迄魔邪魔自然就退掉。哦，你爱了解哦。伊讲你有一日哦，吼，伊则讲有一日你就会着魔。哦，你安尼，你永远你那安尼，你永远无法度看出你这个哦。这个这真我，这真我嘛是佛性啦，未来嘛是咱的佛性啦。你永远无看出本性，绝对无法度看出来。啊，这不是我讲的哦，这三宗法师讲的。过来讲道者上师嘛一句话安尼讲：下了正路，心外求佛，即是邪道，永不得见未来本来面目。这道者上师吼，迄道吼你大概无了。你来讲借光瓦佛啦，啊，你就较知影啦。哦，这就是借光瓦佛你所讲。讲哦，你一个修行人哦，下去了正路，正路就是咱应该爱行的路。啊，你甲下甲边掉呀，真正大路你唔行，你行迄边啊路啊，行这个哦，这个外道啊，你心外要来求佛祖，这拢是邪道。那安尼你永远无法度看出这个未来本来面目。看出咱自己的本性，这意思啊，文法无同，意思差不多拢了解啦。哦，咱就知影讲，所以咱爱吼，要看出本性，就是爱咱爱咱修咱的心吼，唔是讲去看外口啦，去跪啦、拜啦、念经啦，迄拢无效。但是我就讲，这唔是无效，是脱生死无效，那后天的才有效。安怎后天的才有效？我规工来庙里念经、上经来跪啊拜啊，又袂做歹代志啊！啊，你阁有做一撮善事，后盖去做善嘛，袂要紧啊。但是你若要脱生死，你一定爱修养咱的自性吼，咱吼、哦哦、啊，咱即摆咧讲，这是脱生死要成佛的吼，哈、哦，这你爱了解。所以你今仔日呐，干阿讲吼，干阿讲要爱这义务活动，后出事啦，阁做啦，报死做啊侪，就做。像后盖讲，你若想讲要做总统，啊，你就拍拼搏死啊！哦，这才有法度。对这个讲哦，轮回法哦，咱我来过来看另外这个淡薄一句话，你就了解讲真正你若干那上经念佛，你无法度吼脱生死。淡薄遐片段，过一句话安尼讲：欲以自心是佛，不应心外别佛，不得将心念佛。佛不上经，佛不低戒，佛不犯戒，六欲免佛，殊是见性。见性即是佛，六不见性，念佛、上经、低斋、低戒、
血无益处，念佛得因果，上经得聪明，知戒得升天，布施得福报，灭佛不得呀。这篇就甲咱讲啊足清楚嘞。达摩祖师讲安尼讲啦，讲你一个人呐，知影咱自己心内都有一个佛性。每人讲人人皆有佛性嘞，啊是啊，咱的佛性无法度现出来，因为或者贪嗔痴啊迷嘞，所以你自然都无法度看出你的本性。啊，你贪嗔痴呐，我都甲堵掉了。啊，贪嗔痴变哪堵掉嘞？因为你唔知道贪嗔痴哦，有个人贪了唔知啊，啊，都爱研究道理啦，哦，爱研究道理了，哦，啊，这项我袂使做。贪嗔痴你呐堵掉嘞，啊，你自然你都看出你的本性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哦，你无吼、哦，你吼袂用个心话要来念佛，你唔能将你的无念心要来念佛啦。真正吼、哦，大部分吼、哦、无研究道理的人吼、哦，拢是无念心要来念佛，要来巴结佛祖。我来一日小故事，在以前啦，哦，这在以前，啊，有一个守寡妇，啊，那守寡妇呢，守寡妇就是死翁的查某啦，哦，查某人，啊，因翁死了吼，因翁留足多财产给伊。啊，然后足多财产予伊的时吼，俺都有钱了。啊，伊内面咯，就家己设一间个佛堂，家己设一间佛堂哦。天光到暗，早课、暗课拢一直念啦，规工拢咧念经念佛。但是这查某人咧做啥物代，做啥物代志呢？伊拢做迄无道德个一事业啦，甚至哦，伊个钱就人拢放喺洞内，放喺利息足悬个哦，放喺吼，放喺洞内吼。你若让人方便是袂要紧，也是讲为着生活，你有钱呀，啊，你拢放喺洞内咧。啊，即摆若到期哦，到期哦，迄中人的人啊，因为咱较早吼借钱哦，即摆较无啦。较早讲若无钱，可比讲我若无钱，啊，拜托迄个中人的人，啊，迄中人就去甲迄有钱的人借钱，哦，啊，中人趁一丝啊，趁一丝啊，中人钱就对啦。啊，中人的人就来甲这个讲，讲某人啊，啊，伊这个吼善良人啊吼，讲伊这期吼，这回吼，利息钱给你就好啦。伊无钱无通给你，啊，伊咧念佛，哭哭哭哭，南无阿弥陀，袂用咧。你吼，你话叫伊，伊即摆即届啦，无法度给我。后回吼，利息钱要我较悬啦。伊讲唔好啦，伊真善的，袂用咧，哭哭哭哭哭，拢安尼啦吼，拢做吼。拢做好，会使讲吼，拢干那看钱单啦，啊，干那一直咧哭哭哭，迄男无好比多好啦。因查某囝看到因老母这情形哦，心内真艰苦啊。老母的作风安尼都唔对啦，唔鬼干那单单生一个查某囝啦，吼，无生查甫就对啦。啊，讲，但是这个查某囝真有效哦，因老母啊唔对，袂使忤逆伊啊，要安怎解苦劝啊？就想办法啦咧，啊想办法吼，伊、哦、就问啊，阿母啊，啊你念佛要创啥？吼、哦，讲你念佛要创，念佛后盖死哦，要起来西方啊。伊讲妈妈，啊你安尼念佛，敢未去西方？哎呀，憨查某囝，我一心念佛呢，我一心念佛哦，要死的时吼，啊即马迄吼迄。阿弥陀佛咧吼，伊就叫派人吼，啊来甲我接去西方吼。伊讲妈妈，你今仔日讲想要去西方，咱应该吼啊多少做一寡善事啦。啊，你咧放荡来啦吼，啊你利息真高汉悬啦吼，啊人迄人家咱借钱，迄拢是艰苦人咧吼，啊袂用个还，你硬个要甲逼哦。有当时吼逼甲吼伊家破人亡，啊你都无慈悲啊咧吼，你哈你安尼要哪有法度去西方啊？哦咩哦？哎，啊我阿讲，你安尼都无法度西方，啊因老母点样听伊讲？啊清理啦，以前啦，人迄吼迄人听讲迄做迄水灾哦。迄水灾的时候，讲死足侪人的，迄厝吼，讲淹足侪的，啊人吼，人来叫人讲啊，多少吼，安尼家去救人就对啦。啊你吼，你安尼一点钱吼，你拢袂出的呢，吼对不对？因老爸讲讲迄笑话，恁祖妈都咧欠人救济啊，啥物要叫我去救济人？伊讲妈妈，人远的吼，咱无法度，吼无法度，啊恁袂要紧。
隔壁庄啊，迄是老大人迄阿伯，安尼哦，讲安尼安尼孤单老人死的时候，要死的时无一句的棺材咧。啊，所以咱庄内头人都叫人讲哦，咱加减一个出一丝仔钱哦，通买一句啊棺材吼，甲伊埋葬吼，甲伊收尸吼。啊，来甲你招吼，啊，你若无爱甲出一点仔钱啊，恁祖妈都无咧欠伊死人债，讲我都爱甲出棺材。伊讲妈妈，啊你钱袂出哩，袂要紧，啊你去嘴吼，哎呦，唔通即歹啦，啊食饱吼，干那甲厝边头尾吼，厝边就伊甲人冤家相骂，啊你敢好吗？吼，啊伊若无讲吼，我会去告伊吗？啊你无法度啦，因查某囝讲安尼，伊就甲啊甲拄安尼，无法度，啊唔敢反对啊，啊唔敢反对，伊就想办法啦，吼，就想办法要安怎样来解救因老母啊。有一日啦，因老母啊吼，就带迄长个啊咧南无阿弥陀佛，哭哭哭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因查某囝就对后壁来吼，就来讲妈妈。因老母啊讲要创啥，爱就走去啊。阿姨就讲，啊我就甲因爱个走，阿袂插伊啊。佮吼南无阿弥陀佛，哭哭哭哭哭。因老母啊咧哭哭，伊就佮就妈妈，伊讲要创啥？安尼连续安尼一来，一句来一句去啦，吼一句一来哦。伊若咧叫，若咧念阿弥陀佛啦，伊就讲妈妈要创啥？南无阿弥陀佛啦，要创啥？伊就哭哭哭，安尼一句来一句去，念到因吼，因老母啊吼，叫到吼心狂火毒啦。因去当时因查某囝吼来打面前吼，都爱讲，伊都爱咧南无阿弥陀佛，伊讲妈妈，这夭寿死查某囝啊哈，你也袂去替人死哈，恁祖妈咧念佛喏，啊你一直叫叫妈妈叫妈妈。到底是要叫什么的哈？哈！因查某囝讲妈妈，你今仔去念佛了去啦？是安怎我念佛了去？哈！哈！我诚心诚意在念佛，是安怎的了？伊讲妈妈，你吼、哦，你咧诚心诚意在念佛，你知影你叫几声无？哦，你知影我来知我个念佛，我唔知影你咧叫啥？了，你唔知影讲我甲你叫几声？我嘛唔知影讲你妈妈，你天光甲暗哦是念几声？我嘛唔知影。唔过吼，我咧叫妈妈吼，我用枕头咧拗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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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讲到甲你叫第九声、第十声要叫出来时吼，你都无欢喜吼。啊，你天光甲暗吼，哦，你唔知念偌济吼，你吼念几百声咧，那亲像安尼吼，我甲你念叫十声，你都无欢喜。啊，你天光甲暗都咧吼，都咧念佛咯，啊，即阿弥陀佛咯，气者遐不多长啊吼，即喘起啊。你这夭寿死囡啊！哎，夭寿查某囝，我诚心诚意咧念，你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哪会受的？伊讲妈妈好啦，阿弥陀佛哦，袂受的，安尼袂要紧。我吼自今仔日起哦，我嘛要真诚心诚意甲你念哦，叫你妈妈哦。但是吼，我无爱听你的话，我嘛无爱甲你煮饭互你食，我嘛无爱甲你洗衫。但是我每日都要诚心诚意来叫妈妈，叫妈妈哦，安尼你会欢喜？伊讲夭寿死查某囡啦，你吼、哦、不孝我吼、哦，叫妈妈吼、哦，要创啥？吼、哦，你若卖不孝我，吼、哦，你唔免叫我吼，吼、哦，安尼吼，妈妈就真欢喜讲，嗯，啊妈妈你都捌道理咧，我诚心诚意甲你叫，唔甲你做行为，你讲我安尼吼，你不孝伊。啊你！你安尼吼，啊！你今仔日诚心诚意，阿弥陀佛叫你创啥物？哈、啊、哈、啊！叫咱讲安怎？叫咱着爱慈悲为本呢，方便为门呢。啊妈妈，你一点啊布施都唔肯呢哦，你一点啊慈悲心哦拢无呢，哈！啊，搁放荡来呢，啊，欺民重富呢，啊，厝边隔壁甲人相骂，啊，无所不至。啊，你方便一到位啊，哈！啊，你无慈悲，无方便。等于你就是五个阿弥陀佛啦，不孝阿弥陀佛啦。啊，你讲哦，讲我啦不孝你哦，我诚心诚意叫你妈妈，你无欢喜。那安尼，你今仔日五个阿弥陀佛违背阿弥陀佛，你安尼来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会欢喜吗？哇！因老母啊，互伊讲者吼，真做一份精神来。哟，安尼哦，我都唔对啊咧，有影呢？阮查某囝不孝我，哈，啊无爱甲我煮饭，无爱甲我洗衫，啊伊要诚心诚意叫来叫我，我无欢喜。
啊，我今仔日来违背佛理，违背佛祖的宗旨，我今仔日念佛，安尼哪有啥物路用啊？主安尼开悟，主安尼了后啊，啊安吼，安尼定改变伊心意，改变了做善事啊。啊，人啊来，人啊无钱的时候，就讲袂要紧，有钱即用啦，无钱即安吼，啊利息唔免，只改变伊吼伊的作风了后咧，两个抹掉，死了后拢去西方去。这小小的故事，咱就知影。你念佛，你无做善事，你干那念佛有啥物路用啊？所以呐，达摩祖师都讲啊。你今仔日吼，你干那将你的无念心去念佛啦，无效啦，无效。佛不上经，安怎佛祖不上经呢？这经拢是佛祖做的呢，这戒律拢是佛祖做的呢。啊，你干那念经无要修，无要照佛祖的话去做，啊，你念经有啥物效？所以佛唔免上经，佛祖即个佛祖伊初伊经落去做，佛祖伊嘛唔免修几戒。因为戒律嘛，伊所做伊都伊袂犯戒啊，佛祖伊无犯戒，所以你今仔日若要找佛哦，你一定要看出你的本性，看出你本性哦，你都是佛啦。啊，那看出本性，看出咱的佛性了后，你袂违背天理啊，你会照咱的天理良心落去做啊。啊，你功果就会圆满啊。啊，你无做善事，无拢干那要为看名利来争，啊！你若看出本性了，你名利会看淡啊！你所做的善事拢是功德啊，自然你都你吼你都是佛啊！今仔日你若无看出本性哦，你来念佛啦，来上经啦，来吃菜啦，修改的拢无益处，无益处我都讲，这是要脱生死的。啊，那后天都有啦，哦，后天都有路用哦。啊，你若要修改，你若要脱生死。都、就是无路用，因为啦，念佛得因果，善有善报。我如迄阵仔讲，你念你来带庙呢，一日到暗带念佛啦，念阿弥陀佛啦，袂去做歹代志啊，吼、哦，袂去做歹代志啊，所以善有善报啊，吼、哦，善有善报。上经会较巧，安怎？因为你看经典会较巧，啊，真正哦，卖讲啥啦，我以前我嘛咧上经啦。但是吼、哦，迄经内底吼真侪吼，因为咱读书吼无定嘞，你吼你搁在看书嘞，啊，咱咧念经就知影，哦，啊，这字就是啥子，较巧，爱硬捌一寡字，吼、哦，这有影，所以祖师讲的话拢是真理，吼、哦，会较巧，会知道。你若修戒律咯，会去做善啦，做善就爱修吼，修十善五戒啊，啊，你袂去做歹代志啊，会去做善啦。啊！你布施就会得福报啊！你若去做善事，做较侪咧，后出世去做好野人啊，啊，做大官啊，哦哟，这都福报啊！哦，但是你若要找福咯，无法度啦。这达摩祖师讲的，哦，这种，所以咱讲的道理哦，拢是有根有据，唔是讲吼，咱凊彩讲讲咧，哦，咱都爱了解。这是王重阳祖师啊。甲达摩祖师、甲咱二顺向祖公所讲的，这拢是修先天脱生死的道理、哦、所以要修先天、甲后天轮回话无同款啦。咱爱吼爱了解，所以咱爱知影，咱今仔日修行，我到底我是要修脱生死的道理，哎，修先天道，还是我要修后天，还是我要修后界，要过来做人啊？啊，要过来，要来做神奉拜。你爱搞清楚，个人的思想无同吼，个人思想。所以有的人哦，伊都无爱修脱生死，伊就讲吼，伊嘛无爱做神啦，啊，伊嘛无爱做佛啦，吼，我做人上好。即句话是安怎？即句话是安怎讲？伊会讲，伊讲，伊吼，伊嘛无爱做神。啊嘛无爱做佛，吼、哦，伊要做人上好。即句话，因为老师啊有一个老朋友哦，啊，甲老师吼共事啦，吼边啊细弟，啊老师拢叫伊吼老道长啦，啊即、这个老道长已经归天啦，咱老师嘛归天啦，吼、哦、咱老师嘛去做先祖佛来了。啊老师吼、哦，伊叫伊老师就比老师吼、哦、加十几岁，啊所以老师拢叫伊老兄。啊，伊就讲个老小弟啊，哦，拢啊，哦，啊，伊若叫伊老道长，伊就讲啊，你少年道长，哦，啊，伊好这样，但是伊在先啦，伊吼会使讲吼，十六层，一顿无酒袂用哩咯，三顿一定爱有酒，爱有槟榔，爱有爱爱有烟，
吼，爱食糕点，会使看呢哦。哎，三顿拢吼，大家都爱哦。啊，因为哦，伊在迄顿个内底吼，啊，因为啊，伊会啊作诗啦。啊，顿个有呾人个咧闹热闹个，哦，叫伊去作诗，啊，所以咯，一定爱甲传这个吼，酒啦、槟榔啦、吼啊、薰啦、糕点，主要拢爱甲传个。啊，大家都呾食食，呾咧讲笑咧。啊，讲笑个时吼，啊，伊就安那讲咧，讲吼。讲这个戆人哦，要做神，讲伊无爱做神啦。啊，咱寺庙迄当时，咱寺庙也在吼，也未归天的时啊。就讲老道长啊，啊做神都袂歹呢，吼都真好，是安怎你要做神？伊讲啊，李太太啊，你甲看啦，看迄动机就好啦。咱吼要来伊吼，咱若要啉，我说话要啉一啊烧酒啦，也是要吼要。要吃一粒薰啦，啊人就要来问事啊啦，啊问事，迄东西就带咧调啦、调啦、调啊，就要共消灾啊，就要共消灾啊，吼，就要找咱的麻烦咧，规工嘛咧无用气茶咧，带咧调，所以我无啊。寺庙就讲做神无啊，要归去啦，归去做佛较清净，哈哈，还做佛啊，我佫较歹。伊讲是安怎做佛无啊？做佛哦，也袂用啊，嘛袂用食槟榔，嘛袂用。食薰嘛，袂用讲去地点啊吼，安尼吼来哈一下哈啊，讲啊，无你要做啥？讲哦，做人啊，啊，做人上好啊，要忍就要忍，要拨就要拨，要开就要开，自由自在，做人上好。啊，来寺庙就讲，讲老道长啊，啊，你要做人会用的，做人哦，嘛爱这个哦，爱做人的资格呢。你做人呐，无修仁伦呐，无修仁伦就是无修五伦呐吼。你做人呐，无修五伦哦，你嘛无资格吼。你要吼要啊，万一后出事哦，你呐无修规矩，后出事来去做精神啊，啊是去敬五鬼啊。啊，万一来去做歹代志，去落地甲三恶道，啊要安怎？我啊哟哟哟哟，我即句哦。我这步阁无学咧，啊，大多爱来研究道理啊，哦，都爱研究。所以啊，这道理了解哦，你来道理落研究，才知讲咱做对做唔对，安尼才会知呢。所以哦，讲做神嘛要做神的道理呢，做佛嘛是爱做人的道理呢。哦，你爱修这个规矩，唔是讲哦，我要做啥就要做啥。啊，咱若做仙做佛哦。啊，就袂着多轮回啦！啊，永远都在这个无极天啦，安尼就逍遥自在啦，唔免烦恼过后悔过在咧轮回。有当去做官来做贪污啦，啊贪污食钱啦，甲百姓剥削啦，啊落地啊，啊迄都可怜兮兮啊！哦，这所以来了解，搁再刷落去，咱即摆搁看下文落去，血债毛上修。即摆这王重阳祖师佫讲，佫有个人佮来修这形貌啦。袈裟甲穿着，头毛甲拄掉，我就是和尚吼。啊，道袍甲穿落，啊吼啊，这啥物？迄冠啦，迄道冠甲戴落去呢。啊，我就是道士啦。拢修是这个形貌，讲我是一个修行人。对这个问题，咱来看咱李顺良祖师一首诗安尼讲：貌相修行浓世人。将条为利益明心，因眉亦记其义将，且乎何随便加真？哦，这吼，你看这祖师都甲咱讲啊真清楚，讲哦，当今的人哦，拢干呐吼，或许做袈裟穿咧，做者干呐修者形式啦，啊来咧捉弄世间人哦。我是一个名师，我是一个大道师啦。什么？我是一个法师，拢来咧欺骗世间人。真正话，我这吼这，我才想起在84年啊，迄当时啊，报纸有刊，联合报嘛有刊哦。日本有一个教，迄一个教外迄落，迄教主哦外离疆的了，讲你今仔日若要脱生死吼，爱来教我困啦。都爱介困吼，我是简单讲哦。迄你若看讲，在84年吼，9月14日吼，迄日本有一个教，我卖讲啥物教，因吼，伊吼伊讲那你若要脱生死，来教我困，啊来教我困，啊你就会脱生死啊。哇，一寡信徒啊，为着要脱生死哦，大家拢想尽介困啊。
这已经下雨嘛呢？这已经爱落地噶噶呢？结果伊唔知啊，我这都是安啦，这都是讲哦，伊干那修一个形形色色哦，来咧卖形这个世间人啦、啊，规工天光到暗，拢都为着利益哦，来咧卖形一寡明星，就是因咧在地出名人啦、啊，互伊做靠山。哦，伊个甲这个大官勾结啦，我的徒弟是啥物大爷、大牌明星啊，伊就有甲这大官来咧勾结吼。因为伊拢安怎，道理拢唔讲，伊拢讲一寡迷迷茫茫个啦吼，啊灵感偏弱吼，为着你的自己来欺骗一寡吼戆个众生啦。啊，老师你讲啦，讲有个人吼。讲起人，老师在讲哦，我都是一寡吼，安尼大法师啊来咧讲，种啊迷迷茫茫哦，啊来迷行一寡吼，明星就是讲地方的种啊有名的这个吼，有名的出名的人啊做大官。为讲老师啊，人迄拢做大官呢，哈，人迄吼，人迄是吼是拢是啥物吼？大学生的老师讲做大官要创啥？大学生要创啥？智慧甲知识都无同啦。做大官的人哦，伊那是吼有地位，伊袂贪污。啊，你看，你啊真少吼，即摆做大官的人讲无咧贪污，唔是无啦，真少。啊，大学生的人话迷迷茫茫吼，伊啊哦，有个人哦，拢去吼去互人借贷啊，啊借贷去房间啊借啦。啊，这实在有影咧。我讲我一个孙啊，啊我一个外孙啊吼，啊因为即摆宗教拢咧骗人吼，这即摆是讲较早。啊！伊吼，我伊捌听我讲，阮老师讲的道理，伊捌听啦吼。啊，因为啊，伊吼家庭吼，人要讲伊婚姻无好啦。啊，婚姻无好的时吼，啊，伊就想讲要挽回，看因翁有法度通来转来身躯边啊。啊，就去摸一间迄庙，讲要借解。啊，迄间庙迄主持人吼，讲叫伊吼，啊，赤身裸体，啊带迄落这啥，迄落，咱也神明有一个神明道，啊，神明道有一个迄个道位啊。讲叫爱住喺内底迄落，我咧查实啦，听着啊，拼咧都唔敢。啊，真侪人拢是会袂去了，啊，你都来教我困啊，才会消灾。真侪人拢安尼啦，所以你唔通讲哦，做大官就巧呢。什么人呢？有智慧上好啦，慧能六祖啦，伊唔捌字啊，结果有智慧，伊做甲一代祖师。哦，所以哦，你有个人哦，你看有个人伊无读书哦，伊安分守己，奉公守法，迄就是有智慧啦。有个哦，有钱人做大官哦，拢专门做生意，拢专做迄歪，迄落吼，迄无道德的生意，迄安尼就是无智慧啦。伊若有智慧哦，伊唔敢做歹代志哦，伊就唔敢做歹代志。所以吼、哦，咱爱了解讲吼、哦，这个吼、哦、知识甲智慧。足要紧，咱今仔日来研究道理吼，目的吼就是要哪，要来吼，要来看出咱的智慧啦。哦，你若智慧落去哦，你绝对袂做歹代志。你所做的拢是功德，吼，拢是功德，吼。咱做事啦，差吼都是穿大亏啦，咱做事穿一下大亏啦。讲什么人有法度来吼分辨，伊是真，伊是。真多也是假多，是真正的修行，还是假的修行？咱祖师在感叹啊，讲当今的人，即摆毋是讲全部，当今的人真济哦，拢照倒来咧敛财。你有道德嘛有啦吼，这都是咱祖师吼在咧感叹，讲吼真多。所以咱今仔日要提钱给人，爱吼爱阿目睭啊，白毫金。咱做善事爱做会到吼，爱做到比你做善事啊比咱较艰苦的人，啊无咱求求俭俭啊，啊你做善事达无达到这目的吼，安尼就真吼真枉费吼。啊，搁再刷落，咱即摆过来看下文。血在口上修，讲有个人啦，有个人敢那吼，敢那嘴咧谈道啦，啊心肝根本伊都无道啦。人讲吼，嘴念阿弥陀啦，心肝那来道啦，嘴念经，心肝就开心经。安怎心肝会开心经啊？用暗自伤人。有个人表面做甲你足好咧哦，唔过后边用个暗自来咧害你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个人在咧讲道理啦，啊，功德无量啦。老师讲，讲道理有啥物功德？
讲道理，你若无照道理做，照常嘛伫落地狱。讲道理，咱布施讲有三施，第一就是财施，第二就是法施，第三就是无畏施。像我即摆咧讲道理，这是干呐一种的法施尔呢，毋是讲我遮即摆我咧讲的道理就讲得无聊咧，无影了。我若无修哦，我骗人哦，我后盖落地狱呢。所以爱照这个道理落去修，安尼才有效。啊，亲像你有个人呆顶啊。啊，讲道理啊，钱来啊，盐金箱啊，叫人都落钱啦，啊，无用签名啦，啊，有的人无钱啊，无钱去借钱啊，这款的人拢爱落地狱呢。啊，你若有的人无听道理哦，所以有的人咧讲爱讲道理才会成道，无影，硬话无讲道理伊咪成道，你都照这道理落去修就成道啦。你若干那一直嘴干那咧讲哦，绝对无法度成道哦，拢无法度成道。所以咱这个布施哦，就是有这个财施，有钱哦，你爱帮助地方一寡吼善良人啊，哦，你唔通帮助，唔通锦上添花呢，哈，哦，啊帮助一寡善良人啊，哦，啊哪讲，迄就是财施啊，啊你来啊讲道理，厝边隔壁人啊咧冤家，你共苦劝啊吼，啊哪人啊咧问，哪知影唔捌道理，你啊知影讲互听，迄就是法施啊，啊无畏施，到处拢会使做呢，像你坐车啦吼，啊让一寡老人啦吼，啊是较无方便的人坐啦吼，啊是讲路人。有啥物吼较危险的人吼，你有法度去甲伊吼顾好啦。啊，若无吼叫那些这人，比如讲专门咧吼咧清理这路的人来做，迄嘛是无意思啊。所以你要做善事吼，有真济通做，通做吼，毋是讲吼道道爱吼爱讲道吼。所以老师吼以前啦。你讲道的人，你来摕钱无公正呢？老师一生讲六十几年，伊无共摕到一角银。所以呢，伊道理伊才敢讲，伊讲我就是无共摕钱啦，吼、哦，伊才敢讲。啊，伊嘛吩咐遮吼，阮遮吼，阮遮三兄弟吼，伊个学生，讲你老介出去咧讲道理咯，你若真正有尊敬我，老师讲你若有尊敬我，啊，你都唔通共摕钱，吼、哦，都唔通共摕钱吼，袂使共摕钱嘅，这就是谈道不谈钱。啊，有个人唔是咧开嘴啊钱，合嘴啊钱吼，这安尼都唔是道啦。啊！恁即要过来看六祖大经一句话，安尼讲：迷迷茫茫的人哦，干那用嘴讲，用嘴讲道理；啊，若有智慧的人哦，伊拢心咧做。所以哦，唔是讲道理就讲得无量了。无讲道理的人，你若照佛祖的道理安落去修，嘛同款会成道啦。唔是讲你哦，你讲道理啊，都讲得无量，无影。你爱修哦，你爱修啊，剩几分啊，给咱这，哦，让咱这个。最后，这宣道组长吼，来甲恁讲几句啊话。有台南人的心中，万教合一，谈道是不谈钱，心是功德宝，身是功德的根本。六地主。